重要的东西，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就像花一样。如果你喜欢一朵长在某颗星星上的花，那夜里看天空就会很温馨，所有的星星都好像开着的花。 比如你下午4点来，那么从3点起，我就开始感到幸福。时间越临近，我就越感到幸福。有一天，我看了44次日落。过了一会儿，你又说：“你知道，忧郁的时候，人是喜欢看日落的。”当然了。 我的那朵玫瑰，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会以为它和你们一样，但它单独一朵，就胜过你们全部，因为它是我浇灌的，因为它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，因为它身上的毛毛虫，除了两三条要留着变蝴蝶，其他的，都是我除掉的，因为我倾听过它的哀怨，它的吹嘘。 有时甚至是因为它的沉默，因为它是我的玫瑰。